当宇宙星辰同频闪烁，你就能看见银河的奔腾。2024中国网络视听年度盛典，聚焦文化热点，传承华夏文脉，讲述中国故事，抒发家国情怀，同在时代新篇，同梦不负韶华，同望源远流长，同心东方春潮，同创筑梦未来，同心核心天下。2024年2月3日晚19:30，2024中国网络视听年度盛典，唱响新时代，同心向未来。